三太，你放一下，不是咱杨家的查某人来对付家己人，你让你做，你一定会后悔，紧把你的人性命你收回去，稍我拜托你好不好？阿姐，只会对不起你，你可想要带念这红阿婆情替挽回？看到你安尼，我心足疼的。 如果这款介绍台，让外人知影我的欢喜心，为着咱杨氏集团的名声，我不得已做这款的决定，请你谅解，是嘞。三太，你袂晓安尼做，你袂晓安尼做，阿公，我不是跟你袂晓啦，你袂晓去吧，我知你是要安怎。哎，好啊啦。 啊！恁母啊，计是咧哭水，要哭要倒去厝哭。谢大姐。方才，刚才，啊！恁要召开记者会，那不爱超级男主角做会参加？总经理。 报纸写讲，你和少年人都必须有感情，这敢是真的？那篇报道写了无唔对，相片内面的查某囡仔确实是我的秘书，而且我介意是有感情的。哈，哪会这么厚面皮啊？竟然当这么多记者面头前公开你的婚外情！ 好多我只是承认讲，我对我的秘书有感情，我并没承认讲我介意有夫爱情啊。你拄仔拢已经亲嘴承认啊，搁想要硬拗啊？你把我拢当作是白痴啊？你一定会相信。真相，你袂用讲。身为一个爸爸，甲查某囝有感情，这无唔对。 思思，是你的查某囝？无毋对，离婚结婚之前，是我甲前女友煞死的查某囝。江总，伫你要定人来做证证哦，麻烦你甲代志调查清楚。李夫人，你总讲话敢是真的？你早就知影这个查某囝仔是恁翁，害你结婚之前佮别人生。 你阁有法度接受，互认祖归宗，当恁兜。当然啦，囡仔是无辜的，一出世，都无法度选择伊家己的父母。 当然，嘛因为顶一代的错误，无需要排斥你责任，同讲阿爸同心，阮阿妹查某囝。 也是我的查某囝，我会尽全力来弥补伊。